还有 Steve 法勇。不过今天的 Manny 他的得分的能量还是很强啊，但是在其他本土像我觉得右维今天的一个外线把握度要再加强一点，因为其他场均的十几分还是对球队的一个得分跟追分是有帮助的，但今天的出手次数跟欲望是稍微低了一点。不过如果他这样打整场也是真的很累。对，如果今天这场比赛我相信周一翔有在看了、啊、如果在下一周回到主场的话，我希望他可以带回他当年在 SBO MVP 的那个身手回来，并不是到北京而忘记自己的一个得分的一个状况，因为现在钢铁需要的除了吕振鲁以外就是需要周一翔的得分能力、啊、是，这也是钢铁球团跟球迷对他的期待。对，上一个从北京回来的球员是彻底忘记了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个能力啊，所以李翔在北京其实这两年打的并不是有太多的出色的表现，那我希望他回来之后再怎样你是代表我们去打 CBA， 你要带一些东西回来给台湾球迷知道你是不一样的。